他怎么说像这人呢？哎，原子弹这个，这我什么的啊？我们送客楼送客两个星期了，这两天没买到，那两天买不上。高原榨菜政府补贴，这个是。社区，你需要你就把你门牌号、把电话号码、姓名报上去。这一周的薪钱都不一样，我们都是菜上手，这个价格我们都不要，你就退钱他退不了。现在是没有了，微信你发哪会影响？我的朋友都说菜量不行，然后是。反正就还是说不好比较多嘛，大家都网上反映，你说各种人各种说，肯定也网上反映，好像是人都是整个都反了，不光是咱们这边的。有反应的，有反应的啊！我知道，公司领导对这个很重视，要求让大家把它继续往好里做。至少它那个量特别大，每天几千上万份的，它难保还没有有那么几个那情况。